翻滚吧冰球闯关规则，闯关队员逐个用冰球杆操控陆地冰球通过障碍并射门，两队分别进行，在规定时间内每队射中几球就回答几道题目，最终答对题数更多的一队获得胜利，赢得抽取福袋的机会。游戏开始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手里啊都已经拿了冰球杆了啊。但我发现，怎么有一位小朋友你拿的杆跟大家不一样呢？你们忘了吗？我是一位冰球守门员，所以我拿的是冰球守门员杆。哦，人家守门员专用杆。可以看到啊，你看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陆地冰球。哎，我发现这个陆地冰球和这个真正比赛当中用球好像不太一样，颜色不一样。对。国际比赛时使用的冰球由黑色硬橡胶或国际冰联批准的材料制成，重量为156到170克左右。因为是这样呢，我们呢有两位会打冰球的小朋友，还有其他小朋友可能接触的少，所以我们考虑到大家有的是初学者，所以呢我们就特地选取了这个质量更轻也更容易被大家操控的陆地冰球。我们队可是有种子选手啊，我们今天肯定是要赢的。我们队有收割选手，专门收割种子。双方谁先来呢？我们按照国际惯例，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账。来，双方队长向前一步走。人类历史上最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好，来，好来。石头剪刀布，布。好，你们决定是先来还是后来？后吗？后啊。我们后手。本来我赢了，我也打算先来。让他们先来，我们先看看啊，我们看看。来，我们白队做好准备，计时开始。2、3、4、5、6、7、8，这还是有基础啊，能看上有基础。好，绕桩，让小 A 去。哎呀！我跟你说，其实他选择用他自己的杆有点吃亏，因为守门员这个杆啊，比一般的队员的普通的杆要大，要宽很。要大！加油！上门！哇！好了，他们队最强的选手出现了啊！6、7、8、9、10，去，快去，走！好，你看，这控球明显，你看这控球明显非常的不专业啊！好，小心！到，快，最后一个了，绕桩，对，不可以了。那等于说你们成功射进了一个冰球啊！1、2、3、4、5、6、7、8、9、10，走！绕，对，射门！射门漂亮！哎呀！徐柳出战了，对，徐柳现在已经非常的紧张了。好，完成交接。哎，你这个有点省事儿啊，有点像炒菜。好，漂亮。徐柳姐姐做饭是一绝啊，应该用锅铲是特别的擅长的。对，如果换成锅铲，她可能比用球杆会更得心应手。锅铲和西红柿，你就把它想成锅铲。对，最后几秒钟的时间，加油！好。你这打高尔夫呢？白队的计时呢已经停止了，白队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呢，他们完成了4次射门。很好。白队队员，请听题：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主题口号是下列哪一个？A. 一起向未来 ；B.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C. 让世界凝集成一朵花。请作答。A. 好 ，A. 一起向未来，回答正确。在第一届冬奥会上获得冰球比赛金牌的是下列哪个国家呢？应该是那个意大利。
否正确呢？咚咚。在首届冬奥会及1924年法国夏蒙尼冬奥会，加拿大男子冰球队以5战5胜的优异成绩夺得男子冰球比赛的冠军。还有两次打比的机会啊！在冰球运动当中，用什么动作表示对队友的鼓励以及对对手的尊敬呢 ？A. 脱帽致敬 ，B. 互相撞击 ，C. 用冰球杆敲击地面。互相撞击，预备起！哇，也向对手表示尊敬啊！回答正确。好，最后一题啊，冰球比赛的场地被分为3个区域，分别首区、公区和什么区呢 ？A. 中区 ，B. 内区 ，C. 后区。A 他们的答案是 A 中区。贯穿冰球比赛场地的2条蓝线，把冰球比赛场地划分为3个区域，根据队伍的进攻方向不同，分为攻区、守区与中区。回答正确！哇，四题全答对了，答题成功率是100%，他们获得了4分。接下来要看我们蓝队的表现了。哎，你们的目标有没有？我们的目标就是超过他们就可以了。好，来。哎，怎么都不管我呢？来，蓝队做好准备，计时开始。加油加油加油！2、3、4、5、6、7、8、9、10，走，出发。这小伙子多厉害！哎，哇，他好快呀！哎，漂亮！哎，他还是对射哎。好，下一个来。哦呦，好小的小朋友。哼。3、4、5、6、7、8、9、10。加油加油，出发出发出发。好。加油加油加油。哎。好，对，好嘞，好的，好的，对，好，加油，哎，加油，加油，哎，漂亮，对，对，加油，对。这没碰。哎，哎，哎，哎呀，差一点点。好好，赶紧把球赶回去，下面队员做好准备。你看，人家都比你好，你就不能争个气嘛？但我因为比他远。好嘞，好好好。2、3、4、5、6、7。哎呀，挺灵活呀。走你。哎呀、哦！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哎呦呦呦呦呦！哎，我以为你多厉害呢。哎。还很有镜头感。他最近几个球了？两个球。8、9、10。加油加油！快快快快！还有最后几秒钟的时间，加油加油加油！还有几秒钟。时间到，蓝队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呢，他们完成了3次射门，然后呢，他们获得了答3道题的机会。好，蓝队，请听你们第一题：世界上唯一一个获得过双奥冠军的是下列哪个国家的运动员呢 ？A. 美国运动员艾迪·伊根 ，B. 中国运动员张培萌 ，C. 加拿大运动员卡拉修斯。好 ，B 是中国运动员张培萌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后来又转向练了雪车项目，但是获得过双奥冠军的是 A 美国运动员艾迪·伊根，他获得了1920年夏季奥运会和1932年的冬奥会的2块金牌。哇！
过程当中，队员们一直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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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底是不是选项 A 呢？让我们一起来看正确答案。恭喜，回答正确。请听第二题，冰立方是由哪个奥运场馆改造而成的呢 ？A 国家会议中心 ，B 国家游泳中心 ，C 国家体育场。选哪个 ？B。答案是不是正确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回答正确。请听你们的第三题，现代冰球是起源于英国吗？是还是不是？不是。三，是还是不是呢？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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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选择了不是，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哦，我来看一下啊，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白队获得了4分，蓝队获得了3分，获胜的就是白队。哇，恭喜白队！